妈祖带棒领星红，看这个下海星红的五月天啊，有上届闹热的八大宴席来参加，也有各地好朋友到相听。点过吼，辽警的队伍直直向前行，为什么这个石家庄会停在这里？在这边呢，会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在这里。这边有个重要的仪式啊，对对对，这是购物中心。购物中心你是不是在买物件呀？我们看就知道了，看就知道，知道。提示是加酱，跟着加酱，对不对？我要提示要跟着加酱。在地的表现啊！讲到这，为什么替下海星红老爷开路的，煞不是由大稻埕的子弟所成立的昆明八将呢？上面顶的这个面谱啊，就是咧大稻埕才有名的昆明八将，其中的一个角色，就是我们八将的带领的前面角色之一，就是金山将军啊。啊，即摆的兵咧吼，阮山地咧开兵就是金山将军。啊，即摆是由咱的阿丁西啊来为我们开领。那其实啊吼，咱知影讲啊吼，台北啊有三大哦，三大的八将团。其中一个就是咱的万甲青山宫的青山八将，啊，过来就是沙田埔的台江八将，过来呢就是咱大稻埕才的昆明八将。各位朋友，即摆
咱的山顶啊吼，就是金山将军，我金山将军，金银山将军，是阿兄仔来加差一个。会使请恁甲我介绍一下，讲当初咱的迄昆明八将是安怎来组织起来？上早期的是以前山将，伊古早就是家家下员，我来做一个山兵，山兵才做一下一个久，有平安下，伊讲我增加水变山将，山将的时可能佫过一段时间讲，咱咱等于咱在拢会见面，无咱就做一个团体，只叫咱，可能就迄阵就。八将就出来啊！人会去赢八将来讲，迄拢是自愿的，有的是下愿的。像我本身，我以前小时候，七八岁，我也是里面的有参加的一份子，就赢迄个白玉洞主。到迄个到大汉来，28岁才离开那边。这个昆明八将啊，是何为下海星风老爷出巡的宝将。是由北将会开始的，伫咱台湾的北部啊，应该讲是上界正呀，上界有知名度的北将之一啦。因为啊，伊结合了镇头的文化以及大稻埕的繁华，所表现出来的阵势啊，那敢那面谱特殊啊，都合大的脚步阵法，更加是水快甲变化万千啊，真正是看一摆吼，就使人难忘啦。我讲真诶啦，山地，你应该是第一届安尼开面吧？对，我是第一届。啊，你即摆感觉是安怎？就是较早伫咧帮我画诶时阵哦，会当感受到伊诶笔触当中，伊要带传达出来迄个力量。就是一笔一画，拢感觉足细心足细，因为即个物件伊必须。非常的庄重，所以画出来也要非常的威严加力量安尼。我知影是八将会开始，这个面谱师哦，柯连成老先生，伊就来阮这定案。伊本人吼画三北区的三个所在，就青山宫，一个下海城隍庙，甲一个下新庄大将爷，这三位拢找伊画，所以家己已经来接拢。有分开滴个，所以讲袂去出来，袂去重复，是迄个线上个，迄就是安尼。啊，讲到擦只村个只波波，一波波，擦个安尼，是啊，恁讲生意上安尼。阿张仔，歹势，我较含慢啊，我想要了解一下，讲咱即摆即个昆明八将啊，伫咱新光爷出巡个时阵，要看会着吗？啊，新光庙民国八十年做旧，迄年过了后，过无几年，阮就休困啦。即马就等即马主公的号令，阮就要出来。所以即马这昆明八将嘛，差不多有二三个档都出来啊。有啊，这相片做证啊，人做就大，成龙爷大日子啊，阮无出来，袂使啊，拍甲转落去哦，我来讲。所以吼，咱今嘛吼也真的是在等一个好的时机啊！阿马是咱担任的先锋呀，那就一下令我们说收为老将啊，买一点全心全意来投入，对不？因为咱这马圣节做珍贵文化，对传。然后其他不管是有滴的将嘛是应嘛是不管是有滴的，我拢无遐反对啦，对。当初吼是因为甲祭典协会人意见袂合啦。昆明八将啊，无法度替先锋老爷做生日，已经吼20-30年了。北台湾上界闹热的庙会，失去了上界受人期待的顶头。听阿中西讲这段八将的历史以及心情啊，其实感受会到。有时啊吼，天意要咱分开，是拄啊好给大家啊机会想看卖啊。若是会用啊，甲下海先锋热闹热的文化传承延续落去，这啊就是新的优质的传统文化的开始咯。